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因果定律称之为缘起。张瓦潘瓦巴塔措黑是王家寺庙，同时也是虎年人寺庙，民众以山或七色彩带以及祭品崇拜祈福，祈求财运亨通，幸福美满，并为所爱的人祈祷，许下永恒爱情愿望。瓦巴塔措黑寺院大佛令人联想到张瓦皮斯勒诺赋予成功能量而闻名的金拉拉金佛像，寺院后方建造了33米高的清闲风格佛祖法眷舍利金塔，顶部采用南纳风格装饰，方形底座全镀金，每面宽11米，坐落在方形底座上，下层为3层八角形底座，下一层为倒置莲花底座，同山南有4个方向，以美丽的南纳风格建造4扇拱门。太远族是源自云南西双版纳的百依族，太称之为太矮。1296年位于台北清莱清迈一带成功建立南纳王朝。南传佛教对太矮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都有着深厚的影响。满赖王朝将都城由清莱迁到清迈定都之后，至今已有726年历史。而自清迈成立南纳王朝后期，曾被缅甸占领统治，直到后来被暹罗统一之后，纳入泰国政治版图。详情请参阅文字档。